错了，我累了，到了明日会变吗？还有机会做孩子吗？带着他的梦想前行，一路飙升不关乎年龄，却与恶魔做了比较硬，以为能打破的不对称的天平。他的善良控制他的举动，天生的天真却被利用，他的选择是相信这个世界，但这世界带给他很直接。他没想到原来丛林法的竟是这般残忍，原来眼睛看到的并非就一定完整，他想不友善的世界能被改变，纯真的孩子他很怀念，他也想不被这个环境改变，不甘于被人败，不过不愿当个败家。谁失败了，谁离开了，算我错了，我累了，到了明日会变吗？还有机会做孩子吗？